一楼有人，一楼我听到了，右下，二楼有人，我操！一楼有人，一楼还有一个，二楼倒了，二楼倒了，啊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还打了他一枪头，一楼有个大头的，哎，别急，哪个包？右手房间，刚才，左边有一个，左边，啊，他就补了。 下边，下边，烟里等他，一楼了，在一楼上来了，啊！他就，又被打到了，我操！这么粗人吗？谁打的我？烟里，对，就是个木箱，木箱后边。 打一次，打他一枪，揍吧！我，你们倒了，打开。他迟早让你搞得大小便失禁。我的发！哇！ 不知道谁的，不是我方，丢了吧，要丢垃圾桶。别补啊，兄弟！别补啊！他说啥？我没听清，兄弟。你那脸受伤了，被谁打了？应该打他头了吧？ 打瓜，打衣柜塌了。那他妈里面本来就没有衣柜。没雷，兄弟。挺有意思，跑到脸上打了个药。他没血了。 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操，爽爽爽！还得是M4，我跟你说，就得玩M4，M4这种距离就巨爽。新人他妈2000多的那个耳机被他咬断，然后我一件 TV 的外套他妈全湿，被他当被子的感觉，然后他妈键盘也咬坏，然后我说他妈知道。哎呦！我操！